南投县关新乡系国内重要的水农用山区，在南宫村就有一幅向左向前全身天一推，系由每个韩国新桥来接。韩国东山忙来开发农用的调味料理，中华民国用农协会也一部嘅美东出钱委托专业嘅机构来研发新嘅产品，而来抢攻后生族群。希望做地打开农用的消费市场，来同百年的用农产业带来新的机会。南宫村中部土路个为五十年，穿到天然台，就三个每个老新桥穷下见证，佮着穷下照顾水路，也老透过强硬下个料理，走身料理包，大家点不下，随时都是来到。啊，安好个东西，安个。做地讲平常时土木卡，你做得适当。啊，某一天讲我来安盐的蔬菜，故说嗯，廿六年的吼，嗯，你研发有个鹿茸的鸡汤，啊个鹿茸香肠。啊，像了解武汉肺炎的情况吼，大家拢没出门。我们还有全省栽培。是吧？我看那个不是头检。哦当然，台湾系三到六月为记录中，过来两段时间全部鹿茸红卖，为多提高鹿茸界附加价值。中华民国鹿茸协会委托财团法人日月工业技术发展中心来提研发鹿茸产品。委托药剂中心做一个鹿茸的原料的品质的一个把关，跟找合一个合格的这个萃取厂跟食品厂，协助这个鹿茸进行产品的开发。国产的鹿茸的产品有无？伊较少啦。啊，你拜拜拜托了有无吼？落去做出来的事情，啊，算讲你啊种的肉创里头有无吼？佫就认真的肉创落去做，啊，体质也适了有无吼？嘛较安心啦。中华民国鹿茸会讲，礼拜五发给鹿茸随身产品的联动底片，还能合乎后生境界 CQ， 希望做得拓展鹿茸界消费市场。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一个结合不同的目前的营养方式来跟打入年轻族群。按照去了白三明做起来就无，西来的、西梅的、西银的，太食价就无吼，从做第落去食的东西，按总讲了种个产品就无就保证呢，太价食了最安心，唔是少。鹿产品营销合作社讲，透过传统的观念，鹿中系农民家世界，所以销售的通路动手，连下唔单抢眼翻料理包，还有随身饮品，相信就得带动鹿事业界新商机。下个节目李凤琪南投报道。